你们知道吗？有一个中国的地方，外国人比较好奇，这个地方就叫，带你们去看看。这个地方就叫西藏，今天带你们去看拉萨。对了，你们是不是很好奇我刚才给他们看了什么？就这个东西，金藏确认函，我们就需要它。你在激动啥？激动啊，第一次去西藏，开心。目前位置还没有啥感觉，呼吸还是挺正常的。我发现了一个东西，一下飞机大家都坐得好慢，你们看人家这种，身体还是需要适应一下。到拉萨了。感觉怎么样？难受了吗？开始。我现在还可以，有一丢丢。一下飞机，路口脸就红了。你什么感觉？就是脸红，感觉像高原红，现在就是超级红。然后，我听说身体越好的人反应会越早，所以我就一下飞机我就有反应了。但是你，我估计这几天应该是 OK 的。我超级疼，最后我没事。啊？你身体素质好，痛的我是不行的。现在是你痛，我一点事没有。我的天哪，好痛！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想对西藏说的？头疼快走了，我要出去玩了，我要去给我们朋友们拍拍视频，给我点个赞，关注，转发。给我个比心。你给我找一些什么中医的方法把头疼弄掉。找画图。感觉怎么样？我还好，你呢？其实呼吸上实话没那么严重，目前就很好，就是头非常的疼。这房间挺漂亮啊。对，有藏式风格，是不是？藏族。藏族风格。卢卡，救救我！哎呀，感觉就整个头要爆炸了，从后面开始到前面就嘣嘣嘣嘣嘣嘣，那我又睡不着。这个怎么回事？这个怎么整？有没有去过拉萨的朋友赶紧跟我说一下哦。但是也是我们发布的视频，我们已经从拉萨回去了，呵呵，没有用。应该提前问你们了，忘了。 Welcome to 西藏。在飞机上面。怎么了？这样。耶耶，现在哇，这我就挺好，你看我跳还可以，我的也还可以。难受，难受的很，怎么办呢？睡觉，这时候睡一会，你还有希望。你要不睡就麻烦了，我马上也睡一下。拖着每天怎么睡得着啊？你这个呼吸是怎么回事？他就呼吸不难受的时候他就不烦了。哎呀，无语。现在去吃饭。
怎么样？睡了一个小时？没有，没有，感觉睡觉也没用了。吃饭的地方很漂亮，超级漂亮。看着看着就吃饱了，太美了。你这么快不难受吗？我们好难受。我不难受。我们好难受。你们高反了吧？拿了什么？小龙虾，麻辣。看来你不累呀、啊，不头痛呀、啊，还有心思吃这么好的。还有烤肉，一个我已经吃掉了。我发生这边他们也爱吃辣，你看烧烤这么辣。对啊，跟四川接近啊。刚才有一个西藏的朋友过来了，跟我打招呼，然后说疫情之后，我是第一个外国人他看到的，没有太多力气，我没拿着相机拍。我感觉你没问题，这么能吃，正常难受的人不能这么能吃。吃硬菜跟身体难受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你还知道什么叫硬菜啊？没有任何关系。来，一个羊排给你，两个吧，我吃一个就够了。看来还要不舒服，不然三个都是他要吃了。我感觉吃着跟呼吸有点跟不上，都没力气吃饭。你怎么了？我想吐。吸点氧气吗你？不要，他们就说如果吸这个的话会上瘾的。不会的，一点是不会的，你放心。但我就呼吸还好，就头很痛，然后就想吐。就是头痛。呼吸还好。是的，哦，你要么这个拿走嘛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的，这个是我来到西藏的第四个小时，坚持不吸氧，第一次。都是一个路哥在吃。我觉得 OK 了，而且甚至很饿。慢慢吃吧，坚持下去。我觉得我没问题，甚至可以打一场篮球比赛。那你去打吧，我回房间睡觉了。妹妹，实在扛不住了，我先回去睡觉了，明天见。把氧气也带上了，今晚就没休息了。这个枕头也不舒服，真的好想念我们家的枕头。